能抚摸女人什么样的地方，就能说明你对女人有着什么样的感情。若你可以温柔地抚摸女人这四个地方，那么女人也会对你很容易动情。你是否抚摸过女人这四个地方？第一个，女人的头发。抚摸女人的头发可以逐渐让女人内心变得温顺，因为这样的感受对女人来说是一种内心直接的感受。女人也会因为你的抚摸而对你越来越有情。但很多男人却很少去抚摸女人的头发。第二个，女人的背部。抚摸女人温柔的背部，可以让女人由心感受到舒服，感受到来自你的踏实。这种来自背部的温暖，也会让女人深深地爱着你，对你的情分只会一天比一天增加。第三个，女人的腰部。腰是女人最敏感的地方，这样的地方也就只有女人身边最亲的人可以抚摸到。而女人能让你抚摸，那么必定是因为爱你才会不抵触。但你能不能给女人抚摸，则是你会不会带给女人的爱。第四个，女人的脸颊。若你能抚摸女人脸颊，能双手捧着女人的脸颊，那么女人必定会很暖心，这样的感受也会让女人对你更加温柔，这样的感受也是女人最喜欢的感受。只是女人身边的你有没有让女人感受过来自你抚摸的温暖，有没有让女人因为感受到你这样的暖而更喜欢你。这4个地方若你可以抚摸到，那么就可以证明你爱女人。若你从来没有抚摸过，那么女人对你的情分或许也会很冷淡。